牛肉块卤到软嫩，有半个手掌大，一碗面里就有四大块，价格只要铜板价。高雄这家面馆的牛肉面一碗只要50元，牛肉吸满汤汁，每一口都相当入味，经常吸引不少死忠顾客前来。看起来就很好吃啦，然后主要是价格也是很划算的。第一次好吃，我们就会常来吃。你看那个肉那么多。铜板价牛肉面让许多外县市网友相当惊艳，因为这样的价格真的很少见。台北的冠军牛肉面一碗卖到298元，连锁店卖的牛肉面也要卖到175元，但是高雄凤山这家面馆有肉有面，只要卖50元。撑十年了。那你每天都要备多少料啊？牛肉这些东西。大概200斤嘛。200斤牛肉大概可以做几碗啊？大概做。不一定呢，它有时候做干的，做汤的哈。佛心价格吸引不少民众前来朝圣，物价飞涨的时代，让顾客可以用铜板价就可以饱餐一顿，也让许多顾客慕名而来。记者陈胜义、李妙如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